不怕他找了未来，男人离开要解开，才能放肆的说爱。今天将一切全都甩开，把烦恼暂时放口袋，你的思绪越空白，你的情绪越空白。 X Generation Listen up你们，我听到，我也爱你。今天是非常特别，因为今天不是周末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过，在这样一个不是周末，这么不是正常会开演唱会的日子，你们还是四个小时里面把票抢完。再一次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